我要锻炼身体。好啊，我要锻炼身体，我好身体。嗯，如何如何？这不，昨天出去跟人打起来了吗？啊，不是说没他吗？嗯，都是小孩们玩哦，回来脸上都青了啊。说你怎么回事？打起来了。嗯。我说你那个近视眼又这么胖还打架，真是啊！眼镜呢，把兜里掏出来了，嗯，在这儿呢。我说眼镜怎么没碎呢？嗯，我怕眼镜碎了，嗯，打之前先看好了，哦，然后摘起来凭着记忆打的。嚯，高手啊这是！结果呢，这不让人打了吗？哎嗨，没法不挨打。他小孩就是看武侠小说，看那个电视剧看多了。嗯，哎，他老幻想人世间有那种武侠哦，登平渡水走骨沾棉侠客，背着刀如何如何哦，哪有这么多侠客？真是，那是文学作品。哎，现如今说良心话，北京城找这样的侠客，充其量有这么一个两个就了不得了。那还是有啊，比如说你父亲啊，我提这醒干嘛？您说，哎哎，对。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在节目里边提到过于先生的父亲，那肯定不止一次。嗯，老爷子有很多的身份，是做过很多的事情，嗯，发生过很多的故事。哦，在此我澄清，嗯，全是艺术的创造。我谢谢您。他父亲的真实身份，嗯，是一个武术家。哎，请您听这段故事。嗯，太厉害了。什么厉害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哦，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齿钩的带峨眉刺的，嗯，长的短的硬的软的单的双的方的圆的，嗯，你父亲全行，那么大能耐。哎呀，老厉害了。嗯啊，因为他们家里边从你祖父，嗯，你曾祖，反正往上倒多少辈儿，嗯，都曾经是武林中的义士，嚯，都练武。对对对对，所以说，嗯，到你父亲这辈儿也是从小，嗯，咬定牙关，一定要做一个武林中人，啊，习武。老爷子练功练的那个，寒暑不侵，刀枪不入。呵，寒暑不侵，寒暑不侵呐，啊。嗯，最凉最热的天难不住他。哦，那是。我举个例子啊，您说，比如说想练这寒天，冷天，哎，得抗冻啊。嗯，他父亲坐车奔西伯利亚，那是最冷的地方。西伯利亚多凉啊！嗯，老头到这儿找一没人地儿，嗯，荒郊野外把衣服全脱了，哦，穿一个日本相扑的内裤，什么乱七八糟，什么扮相，迎着风站着，那多馊得慌啊！那玩意儿，拿一个搪瓷的大半缸子，嗯，冰镇的酸梅汤，都到西伯利亚还能找着酸梅汤呢，这手拿大蒲扇，嚯，冲着风口。喝风去，还唱歌呢，唱还唱歌呢，唱什么呀？这就是二，可不是二吗？说也说不清楚，别说了，那就这眼就够了啊啊！练着寒抗冻，不怕冷，哎，抗冻，还练着热，热，找最热的地方，嗯，哪儿热？什么叫印度啊？反正赤道边上这国家，哦，老头去了，嗯，从里到外，秋衣秋裤。绒衣绒裤，嗯，毛衣毛裤，嗯，棉衣棉裤，皮衣皮裤，嚯，水獭的帽子，水獭的眼镜，就水獭的口罩，嗯，煮一水獭的棍儿，哎，肯定是文明棍儿，老头倍儿精神啊，还精神呢，你行，怎么了？这耗子呀，是怎么着？跟这练。练练就把自个儿练成水塔了，寒暑不侵，这叫寒暑不侵，这都是小玩意儿，不算什么。真正的讲的是兵刃，哦，家伙，刀，是你爸爸练刀，嗯，都练绝了。怎么呢？天下的刀他都练过来了。嚯，单刀、朴刀、鬼头刀、嗯、长柄短刃刀、去刃几天刀、青龙偃月刀、崩铜护伞刀、腰刀、吊刀、驴耳刀、曲刀、戟刀、眉尖刀、玉林大刀、行刑刀、喝气大刀、山头刀、牙柄腰刀、鳝鱼头刀、金梁环柄刀、狮子长环刀、龙环柄刀、龙雀大环刀，哎，全练。嗯，尤其你父亲这口刀怎么样？削电弯眼刀，这名字太奇特了，老厉害了，是吗？
融合了三派。哪三派？北京的哦，济南，嗯，扬州，这很偏僻。这那当然了，这个刀法叫肉上雕花。最大的特点，嗯，杀人于无形，还能杀人。不管你是谁，到了你父亲手里边，嗯，汤汤汤汤汤汤，当时下地毫无痛楚，修脚的呀。我说叫修电弯眼刀呢，这怎么当时下地这词儿都出来了？就是他走得快，走得快，还是修脚的。武林中人见你父亲，当时就当踢你，只要一踢，老头啪，哎呦，把刀抻出来，嗯，哎，行行了，行了，行了。这还挖鸡眼呢吗？这不，这是教训你，这叫教训。所有的武林中人被教训完之后，是都特别客气，服了，掏出十块钱递过去。哎，这嗨，那就是交钱的呗。啊，练刀，嗯，人称天下第一刀客，我还有名。后来说我不能老练刀啊，练点别的，老练刀没意思。嗯，我什么时候能耍剑？随时呗。嗯，请注意您的措辞。不是，什么叫耍剑呢？您这拿着宝剑跟那儿耍耍、啊，那叫练。怎么说都不好听，反正练宝剑。宝剑，对，他父亲要练大宝剑，没听说过，就叫宝剑。没有大吗？啊，没有。嗯，要练宝剑。嗯，拜过师。是啊，老恩师，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嚯，西门吹雪的弟弟，他叫西门吹灯。哎，要死。要死干嘛呀？这吹灯这词儿都出，跟人学啊，剑不好来啊。剑分文武哦，看哪儿看穗儿，哦，穗子。哎，这穗子不叫穗子，叫剑袍。嚯，哎，这个文人那剑上面才带穗儿呢。哦，挂在这儿。嗯，哎，练武的那个底下是秃的，没有。这还挺讲究，分文武。嗯，天天跟吹灯老师一块儿哟，在小黑屋里边练。是小黑屋，点一小粉灯啊，跟这儿耍剑。小黑屋里点一小粉灯，俩人在里耍剑。我怎么听着那么熟悉的地方呢？这么说你没少去。不是，我看介绍啊，这玩意儿啊，别瞎说啊。啊，后来遇见一件事情。遇见什么事？对你父亲的打击非常的大。什么呀？武林中人有人要害老师。吹灯，别说的这么不吉利。您说的吗？这不是啊，嗯，吹灯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吹灯，那是那个吹是一个口子边一个欠啊，灯是一个火一个钉，对，还是这俩字儿，就没换词儿啊。这个夜半三更来了贼人了，哦，又打墙外边腾翻进来了，哎呀，站在那儿了，嗯，这是比武来的，对，老师看了看，仗剑而立，嗯，来呀，嗯，把我的红裤子给我拿来，这叫怕见一身血，嗯。再看外边，腾腾腾腾，又翻进一百多人来。哎呦，老师看看，嗯，把我的黄裤子拿来，换黄裤子干嘛呀？迷惑敌人。哎呀，嗨，有什么可迷惑的呀？这敌人会纳闷，哦，这个人一会儿一脱裤子什么意思？哎嗨，哎，一点意思都没有。嗯，开打，换上了。为首的贼人在江湖上有号。叫什么？外号叫吸血鬼。嚯，听这名字，你拿刀咔捅他，怎么着？他一张嘴就能咬住了。哎呦，一使劲，这铁片刀能嘬出血来，这能耐太大了。宝剑递过去，咔咬住了、嗯，当时能嘬出血来。哎，后来知道，嗯，这个人有很严重的牙龈炎。哎，嗨，吸自个儿血呀，好厉害了。哎，这是上医院不就完了吗？这个，开打啊！两个人打在一起。哎呦，还得说西门老师厉害，有能耐，咔嚓的一剑，嗯，吸血鬼倒地就死了。哦，杀了一个严重的牙龈炎患者。哎嗨，我不至于死。后来警察叔叔来了，啊，把老师就带走了。哦，这还有警察。啊、临走的时候跟你父亲说，嗯、记住一定要耍剑，就别嚷了。啊，又喊口号的吗？带走了。后来因为故意杀人罪、嗯、判了个死刑，啊，哦、按揭五年。死刑还有按揭的，就当时没枪毙，那叫什么？那叫缓刑，不叫按揭啊、不叫按揭。哦，我理会错了啊、嗯，没人教了。哦，老爷子自个儿咬定牙关，练别的。哦，练镖，镖是镖没有这么大啊，嗯，三寸左右。哦，
是个暗器。对，前面三棱子的，后边甩着红绿的绸子，嘿，固定位置以及把握方向、掌握平衡用的。哦，古人有用的。是，不知哪位听过评书《三侠剑》？谁呀？有一位英雄，嗯，圣婴圣子川。对，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镇乾坤，嗯，一口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哦，扬子江心，道富八百里，康熙爷御笔亲题四个大字，嗯，侠义可亲。有这么一位，说的就是这位圣婴圣子川。哦，那镖太厉害了，你父亲学人家这个练镖太准了。嗯，啪，这镖分上下啊，这么拿着镖在手心底下，啪，这是这叫阳手镖。哦，反过来这叫阴手镖。嘿，哎，这么打叫回手镖。哦，有说法，嗯，啊，你父亲后来练藏镖。藏镖是暗器，这个镖藏在身体上。哦，你可找不着。嗯，哪怕全脱了啊，嗯，光着一丝不挂，嗯，你不知道这个镖藏在哪儿了。这现在太厉害，他可是一伸手就有，是吧？啪，我说找不着呢，这有这么藏镖的吗？都不用打中你，那怎么办？打面门这唰一过去，当时就躺下。哎，对，那是熏的，那是。我说咱说点好事成不成？江湖上给你父亲贺号叫彪子。哎，没听说过。嗯，有叫彪子的吗？很厉害啊！其实到这会儿，他的武术就不错了啊，刀、剑、镖，别提这个，已经算三绝了。还三绝了？已经算三绝，但是。常走夜道，没有不遇见鬼的。哦，出事了。怎么了？因为老头这个人呐，也确实是太有个性了。怎么着？他觉得自己是武术中的人。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嗯，要除暴安良，好事儿。老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呢？这儿挂一金链子。那怎么？金链子上有一小金牌，哦，写着家庭地址。嗯，家住北京宣武区北纬路甲一号。哎，姓什么叫什么，外号叫什么，括号彪子，贱人都是我。啊，这儿挨斗呢是吗？这得多大牌啊，要都写下。走着夜道，手里拿一电棒照着，金光灿灿啊！你慢说劫匪，好人都能起了歹心。那是，这链子就不小啊。啊，对过来人了。嗯，愣小伙子骑摩托车。好哦，这大金牌子，嗯，这大金链子啊，嗯，下来摩托车，给我。要你爸爸老江湖，嗯，摘下来，啪，真给扔到草地里边。哦，小伙子过去捡去。嗯，你爸爸上摩托车，嘟，哎，嘿，哎呀，他倒是老手了。这个劫匪拿着这链子，拿着这牌，眼泪都下来了。是啊，塑料的。哎呀，上这个恶当，这玩意儿。打电话啊，警察叔叔您好，我报案。他报案，我是一个劫匪。哦，我刚才碰到劫匪了。哎，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被这个劫匪把我劫了。嗯，警察听了半天，嗯，劫匪劫了劫匪了。嗯，你们不是同行吗？嗯，是啊，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哎，这哈，把这句话延续下来了。嗯，找吧，这是得找啊，照着地址很方便就找到你们家了。那是有牌子呀。啊，你爸爸不能回家了哟。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啊！当初就纠结在这个地方，嗯，一时疏忽，哦，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您瞧瞧，转念又一想，就是因为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能力不行啊，还是不行啊，还得拜师。哎呀，找去吧，还找？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这你找着了，真问出来了。哦，有两位世外的高人，是吗？高人都得隐居啊，哎，得藏着，没有站街上喊我是高人，没有，那不叫高人。这两位藏着，藏哪儿了？北京大兴野兔繁殖基地。哎，藏那儿干嘛呀？这高人，你父亲开大摩托就去了，找去。到这儿停下车来，嗯，进门一瞧，嚯，怎么着？两位高人正在午睡。哦，睡觉，枕着胡萝卜，盖着白菜，抱着草，俩兔子精啊！这是，不是藏那儿了，就是养在那儿了。这是苦修苦练，是吗？没有盖那个花被，我没有，都是盖着白菜。哎呀，这一说，两位老师，弟子前来学艺。还学呢？俩老师坐起来了，嗯，还是兔子，这是干什么？啊，就是手刚起来扶着那窗台。哦，哦，嗯，那么长的耳朵，别捋了，还是一折耳兔。这位，嗯，坐那儿啊，别蹦，这是打床上蹦起来的是吧？两位老恩师，我想跟您二位学艺。哦，哎呀，这个学艺可不容易啊。是啊，先看看你的智力如何。
哦，武林中人练刀枪剑戟都是有口诀的。哦，告诉你一个口诀，如果能背得下来，我们就收你。你试一试，记住了。嗯，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这是口诀呀。你爸爸七天就背下来了，傻小子，七天背这么两句话。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哎呦，俩老师都傻了。哦，太神奇了。嗯，咱们当初可是半年才背下来。哎，好，这叫看见高人了啊。快起来吧。哦，不，那我不起来，我要拜您二位为师。别去，你的智力可以啊。哦，咱们三个人肩膀齐为弟兄，拜把子，咱们算把兄弟好吗？嘿，一个头磕在地上。嗯，王老大。哦，黄老二。哦，你父亲是兔老三。哎，兔老三不是在这儿拜的，就老三啊，就是老三。你父亲是三弟。哎，大哥二哥三弟。对，要说起来你父亲这份儿怎么呢，有一个学艺的样子。哦，虽然说叫大哥二哥，但是自己不拿自己当三弟，那当一个孩子，就是跟人学嘛，伺候两位。嗯，这两位规矩大了。是啊，天天的得练着。嗯，而且参禅打坐。哦，还打坐、啊、拿草编那蒲团往这一坐。嗯，练。嗯，都碎了，老坐。老大说我这蒲团都坐不了了。嗯，你爸爸孤灯趴地。那、嗯、坐身上，就这么虔诚。哎呀，太好了、嗯、仨人亲如兄弟。哦，那么好，天天教你父亲练功。啊，练的什么呀？嗯，锦被低头弩。这是什么呀？就是一大葫芦。哦，葫芦里装的是各种暗器。嗯，抱着这暗器，抱着大葫芦啊，啪一拍，念一句口诀。哦，当时万箭齐发，谁都得死。这么厉害？你爸爸天天抱着葫芦跟院里练。好，叮当的咚了当当葫芦哦，什么乱七八糟的？葫芦娃呀，这不是？这是半句啊，后边还差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老师说那一个字儿先不着急告诉你。哦，留着。哎，这熟了再告诉你一个字就成功了。哎，一眨眼的功夫，八月十五到了。嗯，中秋佳节。哦，两位都挺开心。是啊，过节。老大老二，因为是他们俩人的生日。还是兔爷呀？啊，八月十五生日不就是兔子啊？说咱们得庆祝一下啊。啊，怎么庆祝啊？出去开开眼吧。怎么开眼？外边吃饭去。哦，走，吃饭去，聚聚吧。骑着大摩托。哦，奔大兴城里。嗯，找吧，看哪个饭馆好。嗯，便宜坊。吃鸭子，烤鸭不吃，不感兴趣，不爱吃。东来顺，涮羊肉不爱吃。嗯，狗不理，包子不想吃。呵，哎，这儿新开一家店不错。这儿吃什么？这叫兔子登鹰。这怎么老跟兔子有关系？太吉利了啊！图个吉利，进来吧。嗯，坐在这儿点菜啊，俩凉菜，俩热菜。哦，俩凉菜。嗯，来个毛豆，来黑豆，豆子。俩热菜呢，炒洋白菜啊，炒一蒿子杆儿，全是绿的。服务员说要什么饮料呢？仨人一块说，有胡萝卜 J 吗？哎，这呵哈，三爸的嘴还说不清楚。嗯啊，一会儿啊，胡萝卜汁来了。哦，仨人拿起来跟着喝，开心。呵，突然想起来，待会儿谁结账啊？啊，又结账的、啊。老大说了，说这三弟不能花钱。那是啊，老大你花钱。对，老二说别去，嗯，净是我花钱了。冬天进草料都是我花钱，是吧？怎么能进那么些草料？怎么办呢？咱们打个赌吧。嗯、哦，看谁的武术高。哦，比试比试。小饭馆旁边地上两桶水，咱把脑袋扎在里边去。这比看谁憋的时间长，比扎猛子，谁就不花钱。哦，请请，三弟再见。懂。扎下去了，脑子都扎里边。嗯，十分钟。哦，服务员过来了。嗯，哎，这俩可死了。哎啊，这就死俩呀？淹死了。呵、啊、你。你们谁结账？嗯，哦，你等我好消息，等我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你爸爸出来上摩托，嘟，他跑了，走了。嗯，往前走就庞各庄啊。是啊，大兴庞各庄出西瓜啊。对，马路两边都是西瓜摊儿啊，也是忙中有乱，这撞了一摊儿、哦，西瓜都碎了。哎，卖瓜的不干了。嗯，拎刀过来，你疯了是啊？这西瓜都碎了。嗯，赔，嗯、把摩托车留下。哟，你爸爸乐了。嗯。光天化日，你这是明抢啊！真是少来这套啊！你看看，那摩托车是我的。哎啊哈哈！哦，在这儿碰上那劫匪了，我可找着你了啊！啊，过来过来过来，坐着坐着，你爸爸坐着，哈哈你坐你坐，别客气了。好久不见，一切都好吧？嗯，好什么好啊？啊，你坑苦了我了。嗯，今天看见你，你走不了。哦，你说怎么办吧？嗯，不是我能怎么办？是不是？嗯，那个咱们好商量。我跟你说啊，嗯、我是武林中人啊。我是天下第一刀客啊，华北地区第一剑人啊、嗯！这是什么名字？这我还叫彪子啊！那其实说杨兄，我就是生不逢时，你知道吗、哦？
这个没办法，我如果说搁到美国去啊，我比李小龙还得厉害，是不是？这话说完了，卖西瓜眼珠都亮啊！这怎么着？你去吗？干嘛？你去吗？我送你去。嚯！你还有这路子？那当然了。嗯，我有三个工作啊。第一是劫匪。哦。但是因为摩托车被你弄走了，我就干不了了。哎，成本太低了啊。第二，我是卖西瓜的啊。现在西瓜碎了，我也干不了了。呵，我还有一个工作，这是我负责偷渡。哦，偷渡，我是个蛇头。哎呀，哎，我带你走，嗯，我送你上美国，哦，好吗？愿意去吗？那去啊！身上多少钱？掏出都给我。嗯，你爸爸真实在啊！啊，衣服翻干净，钱给人家了。是，嗯，夜里送你走。哦，夜里走，送你上美国，偷着去。晚上给你爸爸这儿蒙上眼睛，啊，不让看。那是不让看，不让看。先弄一车，哇，拉出去，嗯，到水边上船。嚯，告诉船上别动啊！啊，最起码一个来月。说太平洋可厉害了。那是老大老大了，太平洋大啊，哗，水面一来月，嗯，你爸爸这才到了，下来都转啊，那是老坐着啊，到哪儿了？到美国郊区了。美国还有郊区？我给你联系电影去，保不齐你就成功了，知道吧？完事你这些日子先别待着了，那这边上有咱们华人的小饭馆，嗯，跟着先干活吧，打工啊，刷碗吧，是是，你爸爸跟这儿真认真啊，刷碗，他有手艺啊，哦，啊，手艺刷刷碗，哎，挺好，一晃一个月。啊，人家过来给工资，嗯，给了300块钱人民币啊。你等会儿吧，嗯，上美国还给300块钱人民币，你爸爸也纳闷啊，我都到美国了，啊，怎么挣人民币？就是啊，啊，老板，咱商点事儿啊，我这个为什么要给人民币啊？对，怎么就不能给人民币呢？凭什么？不是，你想这么想啊，我这好容易来趟美国啊，尤其我在太平洋上，我漂流一个多月了，这才到啊，我为的是什么？对不对？嗯，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你给我讲清楚啊。老板乐了，啊，你真缺心眼儿，怎么这一个来月你可没在太平洋上啊？那在哪儿呢？密云水库。哎，对不起，听说。这是九，这是七，这77。你瞧您爆发这一下，您还退3步还得。我这上天演好事，我是下地醋奶泡，羊肉对萝卜，哦，这还横批能吃。先做一个介绍，应该我叫岳云鹏，是您是一个小学生，您客气。他叫孙岳，我呀是一个大学生。哎，我们二位呢？大学生，我是小学生，哦，您比我岁数大。哦，刚才说我们哥俩其实是不对。哎，不对，按理说呀，这是我的师叔，哎，我比我呢要高一辈，但是台底下我没喊过。你等等，人家也不挑理。哎，我挑理，你要喊台底，我弄死你，知道吗？为什么？什么叫师叔啊？不是，多形象，就这个形象干嘛？你给我说清楚了，就是您比我师父岁数小，师猪师猪的吗？哦，比你师父岁数小的师猪。对，那比你师父岁数大呢？师大爷于谦于老师，那是我师大爷。哦，我这短一字多两条腿。你看什么呢？你看，怎么这么神奇？什么神？你说错了啊！这么神奇还多哪儿了？我看看，没多哪儿。怎么了？这是，您说错。怎么说？师叔，啊？你耳朵还不好了？师叔，哎，你看他们多讨厌，占你的便宜。哦，他们占我便宜，你也没饶了我呀？这不都你带的吗？没关系，身为一个捧哏的啊，往那一站。不说话就可以了。哎，什么叫不说话呀？说两句啊。得说话呀，要说就得说咱们中国话。哎，中国话好，研究中国的文字，嗯，博大精深。对，有四个声调，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哦，这是啊，声调，声调。我再问问你啊。问我什么呀？这个字儿那什么？这一一。哦，你们家有新华字典吗？有啊。有吧？有，字典上有这个一一，字典上朋友们，一一个外一个爱，一一一一，哎呵，它只是一个音，可是，可是什么呀？生活当中用到三个音。您等会儿，您手笔有几个？哎呀，您光学文学了吧？三个音，数学没学过。你看手都白，三个音，哎，哎呦哎呦，怎么？您这是公家的，这念什么？一呀，啊，一，嗯，一一，朋友们，几声？一声，对不对？哦，一声，一声，哦，这是几个？
一个呀，一个，一个，二声一一，二声，对不对？对呀，我这个大褂，这个钱买的，100块。你听听，你听听，100块钱，一四声，用到三个音，朋友们，神奇吗？字典上就一个音。哎，不是，这就是您生活中研究的。当然了，我就问您一句话行吗？您说，您研究这个有什么用？消磨时间呗，就是。您瞅您这模样，您太乏味了，您。哎呀，停停停！还不好意思了，多有意思！哎呦啊，好多年没有找到尴尬的感觉了。刚才我找到了，真的很尴尬。哎，对，太尴尬了。可是生活当中真的会用到三个音，是吗？真的，研究吗？嗯，我再问问您啊，中国的文字谁造的？仓颉。啊？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嗯，不知道。谁呀？你说的是谁？仓颉，就是他。仓颉，你吓我这小金刚这扑扑的，知道吗？小金刚，你就别动我！你吓着我，这说错了呢，我的。仓颉，仓颉造字。你这写什么呢？你这仓颉嘛？哦，仓颉造字，这仨字儿怎么？圣人留手。哦，一个仓，一个颉，一个叶嘛，仓颉嘛。哦，吓我一跳，你的。哦，仓颉造字，圣人留书。对呀，都说是仓颉造的字，不对，不对，这是劳动人民留下来的成果。实话实说，嗨，仓老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呢？中国的文字都是他造的吗？仓老师没有那么厉害，仓颉造字，仓颉，圣人留书。哎。亲爱的朋友们，是有的字合情合理，但是有的字不合情不合理。不是，还字儿还有不合情的。今天不到3000个观众，我估计您呢很少有人研究这个啊。对，我们大家都不尴尬。文字哦啊，比如说啊，上面一个小，底下一个大，念什么啊？念尖，是吗？是吗？是。我这说对，你给我个笑模样行吗？你好，对，行了，念尖，哎，对，上面小，底下大，尖，哎，合情合理，是，一个三点水，一个少，念什么？念沙呀，对，吓我一跳，念沙，水少了，沙子呈现出来了，我这儿讲文学呢，你们俩给我回来。他有没有意思？哎，兴许是外国朋友听不懂文学，主要是侮辱我。好，你等。哎呦，还侮辱你？怎么了？就侮辱你了？你侮辱侮辱我？你干嘛呢？等他回来呢。那这他要不回来，你在这过年啊？还我脾气不好。你甭脾气不好，您说您的，这都是我研究的。研究这有什么？有文化哦，是真的。您有文化，他也不错。我怎么了？他是我们这个后台来说啊，嗯，称得上是唯一的一位吃屎分子。当今相声界都不行。别多胖，你等会儿。唯一的什么？啊？唯一的什么分子？有所谓吗？有，我能过一个痛快年。吃屎分子，吃屎分子。哦，这全后台只我一人消化呀，不行吗？不行，说错了。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哎，有文化，有知识。对对对，但是呢，你不如我。我怎么不如你啊？没有我有文化，没有我有知识。你那儿怎么那么清楚啊？我这么跟您说，
咱们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对对对，倒背如流。哎，啊，真的？不是，等会儿，四大名著啊，你愣倒背如流？不用磕头。哎，我没跪下，我磕头干嘛呀？我倒背如流。哎哎哎，嗯，那您在这给我们随便背两句。四大名著倒背如流。哎，您来了，著名大寺。哎，这有什么了？张嘴就来。你等会儿，你们也可以哦。哎，您这一天是不务正业呀？什么叫不务正业？这四大名著就著名大寺就完了，倒背如流。对呀，你得原文倒背如流。啊？啊什么呀？四本书，内容我倒背如流。对呀，我疯了。你拿我当什么了？我没拿你当什么呀。我，你自己说，你说的有问题呀。那这个四大名著都什么呀？你有意思吗？什么叫有意思吗？你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在侮辱我。2000多位观众谁不知道啊？站起来举手就能说出来。你问我，不是，我是个相声演员。哎，无不知百行通，我能不知道吗？不是，我没有说诚心就考您的意思，咱这不聊天吗？说到这儿了，您说说《红楼梦》。嘿，有没有？有有有。啊？嗯。您这有蒙的嫌疑啊。没有没有没有。哦，知道，原来蛋儿都知道。对对对。哦，还有呢？还三本呢。《西游记》有，有了吧？有两本，两本，还有二分之一，那还嗨，挺清楚。《三国》，嘿，有，有吧？有有有有有，三本了吗？三本了，还一本，《演义》。嗯嗯，四本了吧？没有，这就齐了。哎，别齐了，您这《三国演义》是两本啊？对呀，谁告诉你的？啊？怎么能是两本？这是一本。一本吗？一本。还有一本啊，《水许传》。哦，哎呀，《水许传》这什么传呀？这是啊，叫什么？《水浒传》。对，《水浒传》总共仨字，念错俩，还得四大名著。哎，前些日子啊，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什么事儿啊？冷。嘿，废话，冬天了不冷？冷没关系，还下雪了。哎，对，我看你这个雪景触景生情。嗯，做了一首诗啊，雪赞。哟，雪赞，赞美这个雪景。哦，可是亲爱的朋友们，嗯，赞雪不露雪，这怎么讲啊？诗里头没有雪字儿。哦，赞什么不露什么。哦，这诗里没有雪字，但是说的是雪。对了，连拼音都没有，西瓜雪没有，找不着。哎，您这拼就没有啊？找不到，胡来了。哦，雪赞。哎哎，那我问问您啊。您说，您这个诗是几言的？什么？不是，你别说你们那黑话行吗？哎，这是黑话吗？你下雪了，你撒什么盐呢？啊，对不对？撒盐化雪，这是化学作用。哎，行行行行，那环卫局还干过，这是没有，这不是，不是，您这诗几律？白的呀，怎么还绿呢？哎，您不明白是吗？你说清楚了。我跟您，我最明白啊。哎，就您那个诗啊，嗯，一句几个字儿，你早这么问不就明白了吗？您是文人吗？一句七个字儿。你等会儿，你要是你等会儿。哎呀，你这个骗子，你差点把我骗过去。哎呀，谁骗你了？您不识数是吧？谁不识数了？不是几个字，你几个字？七个。你比划一下。您啊，您瞧我的啊，这是七，您比划那是九。什么都不懂。谁不懂啊？什么都不懂。谁不懂？你叫去的吧，你是。你叫去的你。这是九。对呀，你比划的九啊。这是七。这。
一行七个字儿。手癌？哎，这叫什么话呀、啊？食指癌？没有，谁手这么平啊？这怎么了？那太平了，77。嚯！您在家是没少点鼠标哈，一行七个字，这是七吧？啊，这是七，七个字儿。哦，那你要是打左边看，啊，是七个字儿。哦，那打右边呢？冷不丁打右边看，啊，嘿，还是七个字儿。哎，就这么奇怪。您等等，您等等。哦，这一行七个字儿，没错。那几句呀、啊？四句。哦，四七二十八。哟，一行七个字，四七二十八。啊，那您这是七言绝句呀、啊？是吗？是吗？是。不是您能，您能，我有点含糊对您。是是是，是七言绝句吗？啊，是是。您知道吗？七言绝句。哦。跟那个小白呀、小斧啊，我们都做的好，都是七言绝句。小白？对。狗啊。怎么说话呢？李白。李白，你叫小白。啊，那小斧呢？杜甫。还有居易，我们经常还居易还，哎，没听说过。我们经常做这个七言绝句，你们四个经常在一块儿做。不不不，他可能比我要岁数大一些，你知道吗？不是大一些事儿啊，太大了，你知道吗？不经常在一起。不是，您见不着面。反正好多呀，都是七言绝句。哦，您这是七言绝句，没错。哎，嗯，岳老师好，在这儿给我们念念呗。合适吗？啊，在这给我们吟唱一个，嗯、啊，我最喜欢的话。哦，小白回来了，太让我感动了。注意听啊，雪赞七言绝句。嗯，雪赞头一句啊，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阴天呐，阴天，各位知道吗？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就是阴天。莫文蔚唱过那首歌、哎那个。岳老师，岳老师，岳老师，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八个字儿啊，八个字儿，不能够、啊、干嘛呢？这买菜买惯了，小九底儿，你看。您拿出来数，怎么会八个字呢？别拿出来数，那手有问题是怎么着？拿自己打自己，叫上去。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八个字儿，您这不七言绝句吗？八言绝句。哎，八言绝句。对，八言绝句。哎呦，您这是新创作的，哦，啊、新体诗。对，哦，八言绝句。对了，哦，您头句是。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哦，没有雪字哈？没有啊。哦，那您有吗？拼音有吗？西瓜雪没有吧？您别提这拼音了。您这二句，第二句，嗯，好似薄面往下扔。朋友们，薄面就是白面的意思，好像白面往下扔一样，那么白，那么漂亮。哎哎 哎, 哎，七个字儿，不能够。哎呦，别背后他。拿头子数来，拿出来，好似薄面往下扔，七个字，好似薄面往下扔啊啊！您这砸着人了是怎么着？还啊还得感叹词？没有您这个啊，就是七个字儿啊，就是七言绝句，七言绝句。哦啊，您这三句呢？第三句啊啊。坟头儿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哎，就行了。别什么意思？别解释了。下完雪以后，坟头是白的。行行行，馒头也是白的。一对比，一大一小。别解释了，干什么？你说您爆发这一下，您还退三步还得？跟大伙儿解释解释。您甭解释，您先跟我解释吧。你都买票了。废话，我还不是买票了。不是您这三句我听了得十多字了吧？啊，怎么会呢？你拿出来数，
老这么抠抠缩缩的，自己数啊，你数清楚。坟头二道比馒头的个儿大呀。好，您的手真忙叨啊，你看。多少个了？十二个。您那十二言绝句。那可能就绝乎了。那个那废话，那个听我再调整啊，这还能调整。坟头二道有馒头那么大的个儿，我越调越多。坟头倒比馒头大啊。哎呦，您这个诗现才呀、啊、七个字儿，哎、哦、怎么样，七个字儿，哎啊，您这四句警示大窟窿，哎，你活动活动。好吧，出去下完雪以后，你甭下完雪了，你出去等雷去吧，你啊，等什么雷啊，废话，胡来了，这都甭数五个字儿，那什么玩意儿的，这我说完了吗，你就踢我，你、谁踢你了，我推着你，我不是五个字没说完呢，您不气警示大窟窿，这不完了吗？哇塞，哎啊，哇塞，哎，你把哇塞搁头了也行，哇塞警示大窟窿，你搁中间也行啊，警示哇塞大窟窿，警示大哭哇塞窿，没听说过，这都是可以的，您这满带休闲，这个太死性，您这胡来了，这都太死性。咱说实话，您这诗做的不怎么样啊？多好啊！您平时还有什么爱好？爱好啊！啊，一到节日过节了啊，爱做个游戏。什么游戏啊？什么游戏都行。关于这个文字的游戏，我最喜欢，因为是有文化，知道吗？满腹经纶，满腹经纶，满腹经纶。您输输液去得了，您。经纶，满腹经纶，经纶，您有学问。当然了。哎，那我问您啊，您说，这都快过节了。家家户户都过去写这个春联，写对联，嗯，对春联您行吗？可以呀。春联你也能写？当然了。哦，写的怎么样，您告诉我。太好了。这什么词儿？太好了，太棒了、哎、我问你一句啊，嗯，这个对春联这个规矩您知道吗？对春联啊的规矩啊、你知道吗？我知道。那好，听我这个，你说着我听听的。对春联的规矩啊，您说着我看。天对地，哦，对不对？对呀、啊，天对地呀、啊。下一个，哎，完了，哦，后边还有，不，咱们别挤牙膏行吗？天对地，雨对风，哎，大陆对长空，嗯，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横批仄仄平。太简单了，还、啊、真知道，这我都不爱说这个。哦，哎，那这个对天对地，雨对风，哎、大陆对长空，是、哎、知道。雷隐隐，雾蒙蒙，哎、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哎、行，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横批仄仄平。行了，您成了，一遍够。天对地、哎、行了，你有这瘾是怎么着啊？说清楚了吗、啊？这个是这个折口上问题，对字儿的问题。我就问问您，这个对联还有这个字数的，当然有规定了，知道一个字对一个字、哦、两个字对两个字，一万个字对一万个字，上下联两万个字。对呀、啊，上下联一样的，你贴俩一样的报纸不就完了吗？哎，好，我还得买 A B 面，还得字数少不了啊，没听说过，一模一样，没听说过。哦，您对这个对对联有研究？当然有研究，能对，能对。您刚才说这一个字就能对一个字，可以呀、啊。哎，那我要出一上联，您能对吗？能对呀、啊，能对。嗯，哎，那我出上联了。你说，我不是抻脸您，咱们这个交流一下，行吗？好，我这个上联是一个字啊，嗯，上，上，嗯，上对下，上下。上对下，哦，天对地、哎，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可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横批。这都是我的同学，这都是你的教众，还同学还上对下，您对上得了，别说这规矩了就。来一遍规矩，哦，上对下，嗯，哦，那我要说天呢，
天对地，哎，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我都多余说这个字儿吧，就我勾他这干嘛我？啊，得，哦，天对地是吧？对，哦，那我要说盐呢？盐，嗯，盐对醋，盐是咸的，哦，醋是酸的，盐对酱，完了，活活齁死。呵，那要是我要说好呢？好，好对歹，哎，我要是我这个上联是是是，嗯，是对。炮是怎么对炮？你知是我挪炮。哎，你看我说这五个字了吗？嗯，我们这连起来可是对子上联。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个对子下联。那我们这上联是上天言好事。我跟你对，嗯，回宫降吉祥。朋友们，这是灶王对，你等会儿。腊月二十三就是后天，后天可能就你先等，就用得着这个上天言好事。你等会儿。不要不断的扒拉我，废话，我拦得住你吗？我，啊，不是，你是这么对的吗？啊，就是这么对的呀。我说上您，我说上你就对回宫降吉祥，你是这么对的。我说上你对的什么呀？下，天，地，言，醋，好，歹，是，炮。我这上天言好事，我说下地醋歹炮。耶，完了吧？啊。我跟你讲讲啊，还能讲？就这人呢，一下地，嘿，发现这个醋呢，把那个炮给逮着了。哎呀呀，知道吗？行，这个醋啪一下，哎，没崩这个炮一身。没听说过，酸炮的。哎，人这胡来了都啊，没有这么解释的，人这胡对的不怎么样，知道吗？多好，这好什么好啊？都赖你，知道吗？凭什么赖我？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那你的意思？最少得一个半的俩人，啊，一个半。我不会，我告诉你，你最少得俩呀。哦，俩字儿，多新鲜的，俩字就能对了。对，那咱对俩字儿的啊。可以，您听我这上联。嗯，俩字儿的上联。哎，听这上联。嗯，羊肉、嗯，我跟你对萝卜。羊肉怎么对萝卜？羊肉对萝卜。啊，嗯，羊肉是荤的。哦，萝卜是素的。羊肉穿萝卜是一道好菜。羊肉对萝卜，天对地。哦，哎，这没好。人家俩字人绕到一个字上来，羊肉对萝卜。哦，这还温补横批能吃。人家横批真实惠啊，能吃。对，哦，羊肉对萝卜。嗯，还行。那您听我这上联。嗯，绸缎，萝卜。哎，绸缎对萝卜。嗯，绸缎包萝卜，绸缎炖萝卜。哎，没听说过。那好吃吗？谁说的？那能吃吗？你说的。您什么绸缎？绸子缎子。我是绫罗布匹罗布。哦，都是布料。哎，对了，横批做成衣服都能穿。人家横批太长了，看。哎呀，还行，有点能的啊。那您听我这上联。嗯，中鼓萝卜。嘿，拿萝卜敲鼓啊，像话吗？你说的。什么叫什么中鼓？敲的钟，打的鼓。我们是敲的锣，打的钹，萝卜。嘿，有点意思。当然了，萝卜。嗯，听我这上联啊。嗯，岳飞萝卜，你玩去。岳飞也萝卜，怎么了？岳飞那是忠臣，萝卜是孝子。哎，小萝卜孝敬老萝卜，那都像话吗？你怎么孝子啊？有这么一出戏叫做《木莲僧救母》，对，京剧啊。木莲僧姓什么？俗家姓傅，叫什么？叫萝卜。哎，萝卜，傅萝卜。哎，好。有能耐啊。岳飞对萝卜。哦，傅萝卜，忠臣孝子。你看看，有点能耐啊。你听我这上联。萝卜。哎，我还没说呢，我拿萝卜预备着。哦，拿萝卜等我。嗯，我说俩字嘛，就萝卜。嗯，哎，我要说仨字呢，大萝卜。四个字。好大萝卜。五个字。好大个萝卜。哦，我要说六个字嘛，就仨萝卜等我。哎，我要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呢，萝卜快乐不洗泥。哎，你活动活动，多可爱！没什么可爱，什么可爱？卖萌，这叫。哎，什么卖萌？
全是萝卜。嘿，我掉野兔繁殖基地了，我像话吗？亲，不要生气哦。谁叫你亲呢？美的你说几个萝卜怎么了？您不行，全是萝卜等我不行啊？您还有点能耐。哎，那我多说点，您能多对点吗？能。咱俩我问问你啊，我就问你个小问题啊。您说。咱您别上去过意啊。这个，我要说北，您对什么呀？南。哦，东呢？西。上呢？上下？你怎么了？哦，又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是不是？不是，像话吗？不是，我这是问清楚了。我这是天对地啊！行了，您听我这个，我问清楚了好说。好，您听我这上联儿，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来吧，孙子，你全占了。你骂什么街呀？您这都像话吗？那怎么了？你不有能耐吗？您对呀。你全占了合适吗？你来呀、啊，有能的对呀、啊。你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听我这个啊，最后一遍。嗯，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听我这个，您对，南雁北飞，双翅西东分下上。哦，您这大雁仰着飞，玩去。没听说过仰着飞，那不掉下来了吗？您是大雁往南飞，我们是大雁往北飞。没听说过，不行啊！您把我这翻过来说不行，说新的、说新的，有能耐来吧。听我这个啊啊！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哦，我这是上下高低。哦，高低即是上下，上下即是高低，这叫随不重而不远矣。哎呦！哎呀，您别晃了，散黄了，晃什么脑袋跟这儿？不许瞎说，还真对上来了。哎，咱接着往下来。好，您听我这上联啊，咱们以地名为题，您听着，听好，上联说：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听我这个，您来，男学生，女学生，男女学生，生男女。哎。不要胡说，还生男女，哪儿那么花搭的？别胡说啊，这不行，这不行吗？这不行，听我这个啊，你好好来，我这是地名，我跟你对，哎，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就这个呀。当当了，当了，当啷当当啊！不用不用，快来看了！哎呦，我这货！谢谢。其实我在学艺的过程当中，应该感谢于谦老师对我的帮助。您又客气了。我们哥俩到今年合作12年了。对，还真是。这不容易。我得感谢谦儿哥。您客气。经过合作发现谦儿哥是一个好人。您老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嗯，但是您算是一个完人。哎，还完人。一个快完了的人。我还要死。完美的人。哦，完美。完美的人啊。您又客气。这个人没有任何的缺点。嗨，他是一个君子，他很善良，他不说谎，不害人，不骗人。你先，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等会儿。您这是什么意思？我来个避雷针。哎，干嘛夸我来避雷针？说谎话是要遭雷劈的。嘿，我算是一个君子。哎，行了，别说了，是好人。行了，别说了。我算知道你是怎么死的了。什么话这叫啊？说相声就这样，理儿不歪，笑不来。哎，是什么叫艺德？嗯，艺德体会在台上。哦，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没错，对得起您每一张票钱。哎，所以说一定要让各位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对，那么有人说了，我不喜欢听相声。哦，怎么了？嗯，可以，也允许。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啊，说指望一个人或者一个艺术形式被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嗯，这是不可能的。
真是这样。你花一个亿拍一电影，嗯，我就不爱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了？也就不看了呗。实话实说嘛，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欣赏角度。是，有的人喜欢人家听交响乐，哦，高雅音乐。那、啊、洗得干干净净的，嗯，穿上小西服，把脖子后边都退干净了。嚯、哦，到那儿一听，嗯，哦，什么模样这是？哦，真好。哎、呵，这个味儿是吧？嗯，听一晚上也不让鼓掌，也不让动换，也不让叫好。啊，那是吧？说相声你喊咦，这行。嗯，交响音乐你跟那咦啊，你给保安找事吗？这不是啊？哎，就请出去了啊，揪着脖子轰出去了就。嗯，有人喜欢看京剧，哦，国粹，国粹啊，唱念作打是。有人喜欢看二人转，哦，说唱伴舞绝也好，草根文化。嗯，啊，有的人喜欢看电影，哦哦，大片儿。嗯，于老师就是新来的片子准得看啊，肯定欣赏一下，而且盗版盘不看。啊，就看正版呀！到电影院去，第一支持正版，对；第二效果不一样，哎，声像啊，准是头一轮啊啊！不管什么大片，头一轮于老师买票看，先看啊！你这之前也不是什么时候忘了，嗯，还诚心的上香港去看电影去是吗？没听说我上香港看什么去？就咱不懂这个，因为我不好这个啊。你看我听个戏。嗯，听听大鼓，看个曲艺，嗯，看个书就得了。哦，还有的人喜欢看电视，电视打开电视，嗯啊，瞧瞧综艺节目，嗯，哦，非常了得，啊，哦，您的节目，郭德纲的节目，对，哎，没意思，不看，看个电影频道，这可以，三笑才子佳人，嘿哈，您把电视台包了是怎么着？啊，这就说个热闹，嗯，我那个戏有什么看头？对吗？郭德纲拍的都是烂片儿，至于演的唐伯虎，他哪像唐伯虎啊？不像吗？不过于老师演的华夫人倒是本色，哎、那能是本色吗呢？那所以说人各有志，是不可强求。对啊，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形式的曲艺或者戏剧，哎，这可不少。你到了唐山呐、啊嗯，到了天津呢、啊，那听评剧的居多。对啊，天津还有地方的曲种，天津石调。是啊，到了唐山乐亭地区，乐亭大鼓好听。你到东北，人家听二人转。是啊，山西听晋剧。哎，广东听广东粤剧。哦，上海听沪剧。嘿，啊，到了山西听晋剧。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乡土气息非常浓郁的艺术形式，地方特色啊、嗯。那么到了河南地区，嗯，有一种曲艺形式是脍炙人口。什么呀？河南坠子。哎，这个在河南火极了。哎呦，那是红遍了河南呐！啊，很简单，是吗？一个唱的，一个乐队。哦，乐队这拿这胡琴呐、啊，嗯，叫坠胡。哎，给坠子伴奏嘛。哎，一拉这弦儿，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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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啊，就这味儿。你听着就这么亲切。嗯嗯。演员有男有女。哦，当年北京城也曾经有过坠子演员。是啊。但是现在曲艺整体的没落，嗯，所以咱们这儿见得少了，哦，唱的也少了。河南当地有，嗯，尤其是往前倒，嗯，倒出几十年去，那个名家辈出啊，好角多。说这么一个人，您可能有过耳闻，您说一说，河南地区的坠子皇后叫乔清秀，哎呦，这可是大家，有个外号叫盖河南，盖河南。听人家这名啊，盖河南，嗯啊，把河南唱坠子的全盖了，多好！以后给您起一个外号，我叫什么？盖北京及周边各县。哎嗨，哎呀，我这没往市中心来过，是怎么啊？这是我们相声界的郊县天王。哎，这好，净六环以外了我。嗯，挺好啊，就说明您的艺术乡土气息浓郁。哎，这胆胆吧，这您别。哎呀，说到哪儿忘了？我好吧、啊，我们重来啊。哦，于老师是一个好。哪儿来呀？从哪儿来呀？打避雷针开始吧。啊，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咱们说到盖河南，对，乔清秀唱的真好啊。嗯，表情生动，而且在当年倒退好几十年。哦，他就把好多地方的方言，嗯，转换成了接近普通话的语调。哦，有特色，让更多的人能接受。哦，值钱值在这儿了。嘿，这说起来几十年前、嗯、你现在听他老唱片、嗯、你觉得哎呦，感觉出来好多就是普通话唱的吧。哦，值钱值在这儿，而且声情并茂，就那么好。要唱个悲惨的段子，那全剧场人都跟着掉眼泪，还都能哭了。真好真好，我听过唱片、嗯、我都觉得哎呦，
好角。哎，啊，这么着吧，今儿咱们封箱高兴热闹，您给我们来了得学学这盖河南桥清秀啊。我谢谢各位，术业有专攻啊，我这个这方面下功夫下的不足。您客气了，都知道您能唱，尤其是地方戏曲曲艺，咱们您给我们学学这个，咱们大伙儿爱听不爱听啊？学不用多，学一段。我谢谢各位的抬爱 啊，因为我们年轻也没见过这位老师，哦，只是听过唱片。是，另外河南坠子离着北京这边远一些，嗯，如果说人家是一座高山的话，您我只多学人家上面一粒沙。您太客气，啊，就您感觉一下人家那个气氛，嗯，把握整场太高了，是吗？我这根本一点都不像。那您是怎么导致的？人家那个烫头穿着旗袍那个，嗯，就是反正是那么个意思啊。你看还真是认真，啊，是女演员，她不是男演员。哦，这得分清啊。当年老年间评价女演员说叫色艺双绝，是艺术也好，长得呢也漂亮啊。哦哦哦，这大褂，嗯，这也不像，因为人家那个是那个旗袍。旗袍来说呢比大褂就短一些啊，我就作比成样吧，是吧？嗯，很像了，很像了，嗯，是那个意思。嗯，啊哈，你要干嘛？您这是干嘛？旗袍里边都得露着大腿，你不知道吗？但是人那大腿上可没有腿毛，捞鱼去了是怎么着？您这让各位见笑了。您这个，这是你们哭着喊着非要看的。哎，前后门上锁，我看谁敢走啊！哎，要了命，咱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也没带着丝袜。行了，行了，行了，嗯，就这样吧。挺好了，行吗？挺好了，嗯。我们底线也就到这儿了。我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好意思。您放心，我们比您还不好意思。好吧，好吧，好。嗯，还行啊，还行吗？我就是没你白，真的。这行，行了，行了，行了，这白不白的不碍事了。凑合瞧吧。嗯，还是这个意思啊。嗯，过去的剧场它是这样的，都是小茶园。哦，茶馆没有主持人，下面听什么演什么，嗯，没有。那怎么算开始呢？他舞台上过去有一个电铃，哦，这个乐队的老师一跟着坐着，嗯，得坐一场。哦，可能四五个演员都是他一个人伴奏，是。所以这儿有一个电铃，他一摁，噔，哦，演员就上场了。哦，是这么个意思。嗯，您就受累摁下电铃。那，啊，我摁电铃就算开始就可以，我就上场，我就咱们我就在这儿，就好比就上场了，啊，上场开始学。坠子皇后啊！哎，您瞧皇后这德行。哎来吧，你这样鼓励我，我会骄傲的。听得出好来话来吗？您，您快来吧。你们确定是要听是吧？这大过年的，你们怎么想的？这那咱们瞧瞧吧。那时候就知道漏哈，啊。来，嗯。这是那坠子那板儿啊。哦，板儿，嗯，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嗯，腊月三十正一年，定场诗。今天来了不少人，嗯，来捧我们这儿唱坠子。是，刚才那唱是坠子，嗯，这一唱也是坠子，全是，下一唱还是坠子。开会来了是怎么？今天全是坠子，你就说全是不是就完了？唱不好，客气，好不好的各位是朵朵的原谅。嗯，经时不到，学艺不高。哦，我们也是非常的年轻。嗯，老少爷们儿，你们朵把撂下，朵朵的帮忙啊，嗯！唱哪一段呢？唱段三趟回身，一趟春。好，把弦子拉起来。再要唱这回三趟回身，玉堂
蠢。哎呀呀呀呀呀！这就开始唱了啊！哎，就唱，声情并茂啊！哦哦，从上到下所有的劲儿全使出来，好，让你看这个演员贼。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嗯，您千万别忘了，现在这是旗袍啊。习惯了，廖大官啊。嗯。三趟回身与趟春，您唱。我本是北京城青楼女子，结交相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里的人啊。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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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人那是相交足够二年半，花的他囊中空虚一根冷，无有分文，最可恨，老王把宝儿他多没心狠，我的大人哪、把我那三哥哥赶出了院门哪、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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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的噔，我命老妈把东西埋呀，回来他就说起与汤春，闻听我那三哥他就咬了房，一根隆咚一个隆咚咚，小奴啊，一个隆咚一个隆咚，好意思惹身子摔在我那凉水盆。敲这么好，当啷当啷，你俩弦儿跟着哭什么呀？这说实在的啊，啊，唱这个是最难的了。是啊，声情并茂，嗯，包括动作啊、姿势。行行行，啊，您注意，千万注意这个吧。啊，这路坠的这就属于是文坠。啊，这也分文坠嘛，悲悲切切唱故事啊。哦，我可以先放下来了吧？哎，我早就不应该撩上了。哦，这路坠子叫文坠子。哦，还有一路坠子叫武坠子，还有武坠子。你听这名武坠子啊，文武代打。哦，还打？很少在咱们这边演出。嗯，现在有在利比亚那边的。啊，没听说利比亚听坠子，塞尔维亚那边都有，哦，都有哈，那个很热闹，是吗？唱都是武段子，嚯，三列国东西汉啊，什么瓦岗山，哦啊，金刀铁马，当当一开打，啊，那个坠子热闹之极，可看性很强。哎，这么着吧，嗯，您再给我们学学这武坠子，好不好？这没见过，武坠子呢也是有男演员，有女演员，也分。我来学一个这个女演员啊，你要看。咱就别学男演员女演员，咱就学这坠子腔。这个我一人唱不了，一人唱不了，哎，一人来不了。因为这个武坠子呢，嗯，我这边唱，那边还有拉弦的。哦，这需要弦。他这个拉弦的乐队是一起表演。哦，我来这边，来不了那边啊。那没关系。怎么了？我给您来这弦，这拉弦的，怎么样？哎呦，你是真的吗？可当然可以啊。你把腿撩起来，我看看。哎，这不嗨，拉弦的看什么腿啊？真行啊，可以啊。那您可受累了。那么您客气，今天咱们哥俩合作表演一回武坠子，展示一下失传的曲种，大过年的风箱，咱们热闹热闹啊。好啊，嗯，好，咱们唱回武坠子。您来这个伴奏的老师，哎，弦师拉坠胡的，对，需要坐在这里有一个凳子才好。哦，那我来吧，凳子我吗？哎，我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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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搬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来呀，你来吧，
这说便宜话的，这一点意思都没有啊！这拿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吧，这就开始了。好，这个五柱子也得简单的化化妆。好，我这袖子刚才就不该弄下来了啊！哎，要化妆，化化妆啊！嗯，因为这个抬手动脚了，他会方便一点。哦，哈、啊，就这个轻易都不爱演这个节目。嗯、我这弦儿，哎，就来这就行。好比这就是弦儿了。好吧，好吧，嗯。哎，我就来这个啊。啊，你们先来。谁呀、啊？真客气啊！我把这扣姐往里边翻一下啊，方便点。嗯，我还翻领子，那错不了，捂坠子嘛是吧？捂坠子就翻领子，那当然了。你给家打一电话吧。您要干嘛呀？不是，因为你在这儿演奏捂坠子，不知你家里放心不放心？我这有什么危险吗？没有，没有什么危险，没有危险 啊。然后或者你发个微博也行，啊，有点什么事儿我好随手拍解救你。我瞧我今儿要悬呢，非常简单啊，是吗？干嘛还蒙头啊？那当然了，无坠子嘛，是吧？啊，这全是特点。太好了，哎，你不改主意了是吧？我们大伙儿都要看呀、啊。谢谢大家啊！哎，你们这就是看出殡的不怕殡大。那个问一下，一个舞台上就是还有没有铁棍子之类的东西？干嘛呀您啊？一会儿他坠子那个板儿最好是有铁板儿吗？这都是弹板啊。哦、这个这不过瘾。我确实没带，这头也行。好了，我都准备好了啊。我没准备好呢。我拿电话去要。你别来不及了啊。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你是应该准备一下、哎、最起码要试一试丝弦的高矮、哦、也不知道你这吊门怎么样。我吊门应该是够得着吧。你试一个过门我听一听啊。我试我听听过门。哦，嗯，过门脏脏冷脏冷脏冷脏脏啊。哎，对对，哎，就是这坠子就这了、嗯、但是这个低了，我这个吊门高，您再高一点。 哦对，也是脏脏冷脏冷脏冷脏脏啊。真是个好演员，一说就行啊！吊门高，再高一点点，脏脏冷脏冷脏冷脏脏啊！这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了，是吗？跟刚才一样啊！哦，你摁电铃，我上场，可以。您准备好了吗？那我准备好了。我可快乐，今天就算是我的生日了。怎么那么过瘾呢？这个。来一武士道啊，这是斩斩青天不可欺，张飞何盾荡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斩斩青天不可欺，张飞何盾荡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您等会儿吧，这都不挨着呀。不挨着啊，不挨着就对了。还对了，五坠子就不挨着。哦，全不挨着，多新鲜呢。嘿，好，坐那儿。哎，此局提纲年把，不信学徒不刮屌丝横没熊儿，我今你唱一回坠子手。哎，把一弦子拉起来，我要唱一回坠子书啊。哎呵，哎呦，打了海了夜了鸭路海呀，打了浪了夜了海呀，嘚儿海海呀海呀。别看别人，什么玩意儿你这是？你吓我一跳啊。你打快差点没给我打死，你这一下怎么了？我怎么意思？说着说着打上了。五坠子吗？五坠子就是打人呢。那还等多子？真打？我问了三遍，你非得来这个。好家伙！我拦得住你吗？你说谁要听这玩意儿的？拉弦儿吧！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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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这完了，开了！哎呦，我这货！
你活不了，谁活不了？你要疯啊！你这是，你要死是怎么着？怎么干嘛呀？上来这呀！我已经开始表演了，您这是表演了，我这都唱上了，我还以为要咬人呢。您这瞎说，唱什么呢？要罢了钱，要罢钱是？对，就是过去那个园子里边，不是卖票，哦，都是打零钱。要罢了钱嘛？哦，要罢钱，要罢钱，书归了正，咱们就开书了，这就唱了。那还等什么时候？这不完了吗？来吧，脏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要罢了钱，书又归了正，他管拉，我管唱，恁乐管听。这不是废话吗？我管拉，你管唱，大伙儿管听。对呀、啊，我不拉，你不唱，大伙儿呢？那就别听了，那就还是的呀。拉弦儿吧，脏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爱听文来。爱听武，爱听见了你了，爱听啊中，爱听文的那不会，爱听武的我四目学生，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苦辣酸甜全都不中哎。那别唱了，那就全不会，您唱什么呀？拉弦儿吗？脏脏冷脏冷脏冷脏脏啊！是方才唱的是响马砖呐、啊，脏脏冷脏啊！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脏脏脏啊！列位名工往这儿看，您听我一五一十，我表个正宗哎，噔噔噔啊！这光的表的那叫何人登？嗯，表表把爷笑落成，表表把爷笑落成哎，噔噔了噔了噔噔噔噔啊！咱要拆，咱就都拆了他。谁也别干，行吗？我正在表演，不要打扰我。什么玩意儿？桌子都塌了，快拉弦儿吧！冷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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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啊！这个罗八爷呀，冷脏冷脏啊！这个罗八爷呀，冷脏冷脏啊！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步就出来正厅啊！什么玩意儿？这是怎么了？爷儿俩不是哥俩？谁说哥俩了？你说的？谁说的？你说的？有人听见吗？嘿。大伙儿听见没有？听见吗？嘿，你看看，没听见吧？罗成爸爸罗毅，你看看，您这人怎么那么不厚道啊？这个，你看今儿要有一个说听出来的，我死去。嘿，有啊。哎呦，你们打我了！讹人谁不会啊？没有这么矫情的。拉弦儿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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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罗八爷呀，噔噔噔噔啊！这个罗成好拜把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好扒皮儿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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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猎人带马把城上啊！哎，这下来啊，马也上城啊！你拉弦儿吧，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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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若问这马。他怎么上了阴阳你哎？噔噔啦噔啦噔啊！啊，阴阳你哎！噔噔啦噔啦噔啊！啊，阴阳你哎！噔啦噔啦噔！阴阳你什么毛病啊？这是唱不唱啊？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上去了，噔噔啦噔啦噔噔噔噔啊！这位将官呐、啊，噔噔啦噔啊！左手拿着一个套毁的耙，嗯，右手拿着一个大哨兵啊！什么武器？噔噔啦噔啦噔噔噔噔啊！这位将官呐、啊，手使着哨兵他朝下打呀！哎，大师，哎。这不是这怎么意思？五坠子吗？五坠子就非打呀！你过来坐着来。我还坐什么呀？行、啊，有人管没有管？嘿，郭德纲又打人了！嘿，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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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啊？你管管啊！我这刚下飞机，是郭德纲打什么了？不是，你们这啊，别信这个。太暴力了啊！怎么了？太暴力了！这说唱唱五坠子，前后这通打，这受得了受不了？有什么办法没有？大伙儿又要看，咱又不演不合适。那你不是这五坠子非打不可？非打不可？那你给我点什么？那你嘿嘿，帮我忙，给我点。得亏是我来了，别人不行、啊。你有办法？我这新买的，我还没用呢。什么玩意儿？来。这是。这行吗？这个怎么样？
怎么样？行了吧？行了吧？回见，别走，回来。你回来，回来，你过来这边来。怎么了？这大伙都知道啊。啊。这我师弟侯震，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啊。刚下飞机，您什么意思？我只打不过他。啊。哦，这个是差的啊，就是啊。您来这。太好了，哎呀，我招你惹你了？哎，快来，我都等不了了，快来！这太过瘾了，这个啊，不是咱们俩非弄一两败俱伤，我跟您说，不是怎么着不让用啊？这来吧，那就、啊、不让用你就搁这儿，你真不让用啊？那可不是吗？那倒也是哈、啊，咱谁都别用这个啊，那你也不用了，好吧？你瞧这事闹的啊！他说良心话，我爱跟于老师一块唱坠子啊，这是个高人，你知道吗？还高人？您来好过门，咱接着唱，大伙都等着呢。哎，咱们接着听啊。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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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啊！两军阵前打了一仗啊！脏脏脏脏啊！人似猛虎，马赛蛟龙啊！脏脏脏啊！各位将官呐、啊，脏脏脏脏，忙向这个怀中一伸手。他把这法宝托在了空啊！脏脏脏脏啊！说你也看法宝哎！啊，脏脏脏脏法。请摇号啊！谢谢，天可不早了啊！嗯，你们要累就回家吧啊！是，没有家啊，怪可怜的啊！嗯，谢谢吧。嗯，这个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很多。每年的封箱其实是最热闹的时候。是啊，一般这场的票半年前就卖光了。是啊，而且从下午三四点一下西直门桥，嗯，人票贩子就举着钱跟那等着。哎，这紧缺嘛！每次从那儿过都觉得特别的感慨。是，我特别想摇开车窗把钱接过来。嗯，嗨，感慨的钱不是您的，是。而且经常走到这门口，竟有砸我窗户的。哦，问我有票吗？啊，这些年我是真没见过票啊。嗯，谢谢各位。嗯，诚惶诚恐，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难得各位这么支持。哎，我们都老了，这年龄大了，真嗯，再也不是二十出头的郭德纲了。你们这么骗我有意思吗？后台我看见孩子们烧饼来那会儿才这么大，得几岁，张云雷比他还小，是现在一个个都那样了啊。嗯，小伙子看着很感慨。嗯，真的很感慨。郭麒麟那会儿小胖子，小的时候，嗯，现在孩子瘦成那样了啊。你我记得印象特别深，那会儿在后台，郭麒麟跟于老师的儿子，嗯啊，一块玩啊，是是是是是什么是？他们都知道于老师儿叫郭小宝，这个就说明咱这个人做好事不留名，行，留个信儿得了啊。那会儿后台他俩人玩的最好，嗯，郭麒麟跟于家这儿子俩人一块玩啊。后台我们俩台上说相声，这俩人后台说聊玩呗。那会儿还小呢，就站台上就听俩人后台打赌，这都能听见。打赌谁输了死爸爸。哦、怎么弄？真狠！到后台我就骂他们俩胡说八道的，嗯、真是、嗯，就玩出圈了。嗯，有没有说打赌死的是亲爸爸呀？ 就别揪这个，有意思吗？您这个，哎，现在郭麒麟都22岁了，你瞧瞧，你别说，郭麒麟他弟弟都3岁了。哦，我那小儿子安迪 啊，对，3岁了，很感慨，快感慨，从小教他，嗯，因为什么呢？我们家其实是一个嗯挺古板的家庭。是吗？你郭麒麟说那话其实是真的。哦，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我也站着打，说我坐着跟我爸跟我妈打电话，我说不出话来。我一定要站起来。到今天，我跟我父亲坐一对脸，我也不敢说翘个二郎腿什么坐，门也没有，整个的凳子全坐上都不敢，就跨点边儿。这对长辈，我40多了，我跟我爸爸还得这样。嗯，郭麒麟跟我说话也这样。哦，啊，其实挺跟别的家庭不太一样的，这是家风。你看人家家，你一进家，全家连老带小都跟地上躺着。这谁呀？我就羡慕人家家解放天性。刚打完群架，这是吗？解放天性，这是什么解放天性？真的，就是人家的日子怎么过的？让人把家抄了啊！比不了，比不了。安迪也是，大名叫郭芬阳啊。从很小刚会说话，他不到2岁就告诉他、嗯、跟大人说话说您，哦，这敬语，就是我们家就是近乎残酷的管教孩子。哦，你是1岁半的还懂什么说您？哦，
说你不可以，是你没法弄，就这个，就现在三岁了，教的跟谁说话要怎么说，表情态度规矩吗？哎，然后不许撒谎。哦，说瞎话不行，说瞎话你说跟他是不许说谎，他也不明白。嗯，给他讲匹诺曹的故事。匹诺曹，哦，童话故事，说谎大长鼻子。对对对对，小孩那信这个呀。对呀，啊，不说谎，说谎鼻子会长的，记住了，记住。嗯，好了，带他上动物园。嗯，一眼就看见大象了。哦，不要脸。嗨，大象不要脸啊，你这大长鼻子吗？这嗨，小孩单纯啊。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哦，什么叫艺术啊？嗯，艺是演员的能耐，术是把能耐卖出去。哦，还分着解释，有艺无术那叫诈骗。哦，单有术没有艺，你只是一个生意人。嗯，一定是把艺和术合在一起。哦，最重要一点，相声要雅俗共赏。哎，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现场好几千人，你怎么让大伙儿统一到一个频道上？这难了。雅俗共赏。哦，哎，你说的太雅致，文质彬彬，不像相声。哦，太文了不行。我跟于老师，我们是朋友。哦，啊，这个什么叫朋友呢？是啊，朋包括友，友不包括朋。我还得解释。什么叫好朋友啊？嗯，啊，这个什么穿房过屋。啊，妻子不避，是一步一见，交通爱线，就说相声这套，当当当当当，你给人弄点文言词搁在这儿，嗯，是你是觉得你很文雅，很有身份，哦，但观众听着觉得太不口语化了，不生活，雅致是雅致了，真觉得没意思，听不惯，人家不会来听相声，哦，哎，那你要说的太俗也不行，太俗也不行吗？我跟于老师是朋友，这不俗啊，我们好哥们儿，怎么个好法呢？这。怎么叫好哥们儿呢？对，你得解释啊。比如说，嗯，于老师吃屎，嗯，我会觉得他很厉害。那就是很厉害。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不是朋友，那又怎么样？于老师吃屎啊，也很厉害。哎，这嗨，反正啊，只要于老师吃屎。啊就很厉害，哎，听说我干嘛非吃那个呀？你看，所以说嘛，啊，嗯，这个倒是很俗了啊，但太俗，观众也很难受。老说这个也不成，无与你焉有何话？这是辩证的，雅要雅的那么俗，俗要俗的那么雅。说的不错，这个东西它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是，这么些年来跟谦哥在一块儿，真的很开心。哎呦，对，真的 啊， 不光是说相声。其他的我也跟他学了很多，除了那个唱摇滚唱歌，我是真来不了。嗨，我既不能摇又不能滚啊！我这两样都行，是吧？他摇的差着啊，我就滚一个还行，没听说过。拍戏啊，做节目啊，我们哥俩也在一块儿，挺好啊。有人说说相声必须说相声，不许干别的。嗯，这是一个传统观念。哦，不对，过去说隔行不取利，是干什么就是干什么。以前是这，但现在隔行专门取利。哦，取隔行的利，这叫什么呢？嗯，跨界营销。对了，有这么个新词儿。过去干什么就是干什么的啊！我是个铁匠，哦，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手榴弹。铁匠做手榴弹，你是个木匠啊，你就好好的给手榴弹配棒。一铁的一木匠就给国防部都包了。嗯，隔行不许取利。哦，现在无所谓。我有朋友。嗯，卖糖的，糖果，红糖、白糖，哦哦哦，什么奶糖，嗯，沾糖的，他都卖遍了。卖糖，现在人家改行了，卖什么了？卖胰岛素。这位缺了得了，这位，嗯，你这玩意儿，这点钱不够他挣的。嗯，这帮糖尿病人都围他转。好，对吧？嗯，当然，还是那句话，跟谦儿哥一块儿长知识。您太客气了，这是我认识的中国相声界水平最高的。您太捧我，上知天文，下知残疾。对，啊，我摊子是吗？说错了，这夸张云雷的话。嗨，嗨，下知残疾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不敢。二十四史倒背如流，我还能背倒背二十四史。跟我说，我心说，我疯了，我信你那个啊，郭德纲，我二十四史倒背如流，这还要较劲？你看，嗯，你背我看看，背一个吧。史四十二，哎，嗨。就背这四个字儿，高人呐！啊，真的，谦儿哥，你看这些年你老看郭德纲跟人打架了，嗯，什么时候看谦儿哥跟谁打过架？
哎，我脾气好，心态也好，是从来没有跟谁对面交锋、争吵、翻脸，没有，不干这事儿。恨谁，反正也有仇人，打谁都有个不好的，把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干嘛呀？亲手送你们上西天。嘿，好嘛，我这人心太窄了。这个家庭其实是很有意思啊，家庭很有意思啊。他是个独生子，是，家里四个孩子啊。四个孩子叫独生子，那仨是闺女啊。您说独生儿子那是？对对对对，他家里三个姐姐，哎，一个男孩，所以他是个独子。对，还独子，独子啊，那骂人的话，独子，独生子，独生子，三个姐姐，真真、连连、爱爱，这《西游记》上收回来的是吗？不像话，不知道叫什么啊？啊，仨姐姐接触的少，跟谦儿哥我们最好，那是。说相声里边最有钱就是他，怎么又说？我认识他那会儿，80年代末我就认识他，是于谦那个，哎呀，嗯，一见面晃得我都睁不开眼。什么晃？大金戒指，啊，戴那么大金戒指，大金环，金干嘛？我刚耕地回来是怎么？半金纯金的还戴着啊啊，那厉害哦，很厉害，哎，戴着大翡翠在这儿，啊，胸前戴一翡翠。哦，那时候我就戴翡翠。哎呀，我见过也好多啊，兵种的、什么这个那个的，但实话实说，没有他这块水头好。哦，这老坑的东西，那绿的都不行了，你觉出那个水都荡漾，就那么好吗？走近一看，啊，风油精。哎，嗨，那没洒出来就是好事儿。我说怎么还荡漾呢？拴一绳挂脖子上。哎呀，驱蚊子呢那是。哎，就别抹了，别抹了，啊！这一抹一看，好人手上这大戒指，哦，大戒指，宝石的，呵，祖父绿的啊，祖父绿的啊，那叫祖母绿的，祖母绿的是吧？啊，有钱啊，因为那会儿80年代末的时候，谦儿那会儿还在团里边上班呢，啊，对对，还有月工资呢，是一个月挣800块钱，那时候是这样，我的天，列位啊，80年代末他一月挣800块钱。对，后来咱一想，对，应该他挣800块钱，我怎么就应该挣800块钱呢？有一个成语说得好，说什么呀？千儿八百的，哎，嗨，您说这都不挨着啊？千儿八百的，就是于谦应该挣800呀、啊，千儿八百的啊。那会儿啊，一大帮人跟着于谦混呢，啊，都怕他呀。有什么可怕的？往这一站，弟兄们，哦，别抹了。行了，这再抹就不荡漾了。以后有哥哥照顾你们，没那么些蚊子，必须听我的啊，顺我者昌，哎，逆我者瓢，哎，嗨，好家伙，这两样我们家包了。不听话我就要诅咒你，还诅咒，组织人揍你。哎，没什么文化，我的外号是步行街。什么叫步行街？不行就骂街。你这都跟谁学的？这都是怎么那么乱呢？这里厉害呀！啊，那会儿你像咱们那会儿北漂啊，啊，漂在北京，瞧见这个地头蛇一样的英雄，什么地头蛇呀？谁敢惹？咱还租房住呢。啊，人于谦已经有自己的房子了。是，那倒是。当然，那会儿你让他买个别墅也是天方夜谭。那我住什么呀？他那会儿买了一套那个毛坯房啊，就是不带装修。你先等会儿吧、哎，我租一黄色录像厅住着的。什么叫买一毛坯房、啊、不带装修那个、啊、那个那叫毛坯房。毛是吧？你就甭捋这舌头了、哎、我就冷静冷静、啊、这嗨，行了，你回来吧。啊，毛坯房，毛坯房，对，还有辆车啊，有辆车，列位还了得。又当年他开夏利啊，小车开下半箱的夏利啊，半箱的不是怎么一箱？这两箱小反小夏利、啊，那就算不错了。那时候有车确实早，开车在街上，啊，这么跑跑，警察这逮，一定是于谦。怎么就非得是我？因为没有别人呢，谁趁私家车呀、啊？路上就我一人，那可不会啊！逮着，嚯！街道居委会老太太们也是逮他，逮于谦，老太太们在路口等着。哎呦，车一过来，老太太办他。哎，得，岳云鹏就跟他们学的吧。好，给谦儿给吓的，啊，给老太太给疼的。哎，对，还真办上了这个啊。
后来就开始好了，换了个桑塔纳，完了就提升了。呵，后来他跟北京这查酒驾的警察们都熟。我跟他们怎么就那么熟？你看他嘚瑟呀，车一停，人警察吹，哦，前儿看看人家，嗯，我趁8000个亿，我有无数的房子，我们家可有钱了。说这干嘛？我还能再吹得更厉害一点儿，吹牛啊！让你吹这一气那是。净这个，净这个，要不开开车？哦，人警察拦着，拦着，拦着，于谦，干嘛老拦我？车怎么开得这么快？喝酒了吧？啊，噔，一脚把车踩住了。啊，警察过来，没等警察说话，哦，于谦抄起瓶酒来，看着啊，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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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哎嗨，先刹的车，再喝的酒。哦，呀呵，你给警察来一巴扎黑。嗯。警察看着他，嗯，下来。哦，我俩同事在你车底下呢。好家伙，感觉跟喝酒没关系这个。我们得有好几年没看见于谦。那是我进去了，那是。嗯，后来放出来了啊，司机也说我错了，我要改过自新。哦，改过自新。一帮哥们儿得了，得了，得了，得行，接个风吧。哦，洗个车。带于谦那个洗个澡。哦，咱泡个温泉吧。好好好，呼噜呼噜都去了啊。很遗憾，怎么到那儿这温泉泡不成了？因为什么呀？锅炉坏了啊。那是温泉吗？那水太凉，都冻上了啊。那是锅炉没烧。得了，找别处玩去吧。哦，开车。有野生动物园，哦，去那儿开车，还是那么快。野生动物园，在里头那么跑，动物都躲的呀，都躲的。哎呀，都躲的啊，动物都比我明白。咵，踩在这儿了，有大象。是，于谦乐了，嗯，臭不要脸，谁说的？这是我爸爸告诉我，你撒谎，匹诺曹。是，啊，这两样别混啊，这俩人。不是一回事吗？这不是，那不是我说的啊。好吧，好吧。后来闲下来，我就劝他，嗯，我说谦儿哥，嗯，您差不多了。什么差不多？岁数也在这儿了啊，您应该干点正事儿了。您这劝的倒对，真的。你说我这也确实是，皇上不急，太上皇急，是吧？什么俏皮话啊？这是，没有那辈儿。怎么说？皇上不急，太监急。是啊，你得往好处学，干点什么啊？他们老爷子也劝他。哦。谦儿啊，别惹祸了，哎，干点正事儿吧。对，我这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哎，这嗨，别老说引入用没有是吧？没有这话。嗯，谦儿想了，我要干点正事儿，这就发誓要拍电影。嚯，在我们这行里边说相声拍电影，于老师排的前三位。哎呀，没有的。你要说出去给人串戏去，对说相声来说不叫事儿。哦，关键人家要自己运作一部电影。哦，组织运作，先找编剧。从写本子开始，没有好故事怎么拍戏呢？说得好，于老师认识一编剧，是吧？这个编剧很厉害，怎么个厉害法？原来是个待业青年，哦，经过努力成为一个资深的失业者，哎，就是一直没工作呗，那就是，嗯，啊，在家里边写东西，笔耕不辍呀，一直在写，写了很多优秀的剧本，都有，比如那个《罗密欧与罗密欧》，干嘛同性恋呀？是怎么着？什么话？罗密欧与罗密欧干嘛呀？跟谁？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伽利略。哎嗨，不是什么，不是朱丽叶，朱丽叶，对，朱丽叶。哎，还写过一个古装的大片，叫比越王勾践的宝剑还要剑的一个太监，岳云鹏演的吗？没有这戏。好，这戏当年投资3500万，那时候卖了40块钱。哎嗨，那就是赔了呗。于老师找到他的时候，手里边正有一个文学性很强的剧本。哦，有本子了。哎呀，这个本子文学性很强。怎么？这名字就好听，叫《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因为有的是蛆》。哎嗨，后边这半句太差劲了。啊，谦儿哥爱的呀。啊，我就是那个蛆啊。啊，行了行了，我就爱后半句是吗？这是献给我的本子吗？谁说的？要你这个剧本了，就要拍这个。哦，就买了。对了，哦，还得找导演呢。那没有导演怎么拍呀？巧了啊，认识一个导演。我朋友关系也多。这个导演也是跨界过来的。他以前是干什么？以前是律师。哦，就是韭菜吃多了的那种人。你哎，你有没有上过学？嗨，什么叫律师啊？律师是一个工作。
就是别人打官司他负责车祸的那个。这什么叫车祸？窜灯。我去，那律师。哦啊，对，律师，师啊，律师，对，律师，律师，对，那个手法啊，啊，那会儿在律师行业也是这份的，哦，顶尖人物，好多人求到他打官司，哎呀，这个人可能得判五年，您想办法吧。哎呦，他一介入，直接改死刑。哎，好嘛，往那边打的律师，经过他手死二十来个人了。哎呦，后来大伙儿联名给他从那行 K 出来的，戾气太重，哎，做了导演了，哦，就跑这行来了，做导演了，挺好。哎呀，还得找个投资方啊！哦，给钱呢。天无绝人之路，我又认识于老师，找一大投资方。谁呀？这主光古玩店趁四十个，古玩店四十个玩古玩的。你要说你趁报摊趁一百个也不值钱。嗯嗯，古玩店趁四十个，好家伙！连锁的哦，店门口金字的牌匾写的什么呀？古玩两元店。哎哎嗨。哦，卖什么的呀？这是两进门给你塑料的钳子，哎呀，里边拿，出门结账，得一斤多少钱？哎，不如馒头值钱。那是，还趁一个运输公司。哦，这运输公司还可以，就在北京雍和宫的外边，那运输公司是人这老板的。城里边啊，雍和宫的外头啊。哎呦，什么公司？宫外运是吧？我嗨，不怎么样。雍和宫外头的运输公司。哦，给于谦看拍戏用多少钱？你说，他给看我的存单了吗？啊，1.8亿！我的妈！看见了没？啊，眼睁让你瞧着，嗯，都存在儿童银行呢。哎，不是他这么说我就信呐，信了啊！万事俱备，只欠女一号啊，这得有。你看，有人给介绍了，你看都是介绍一个女模特。哦，模特好，可惜就是还是车展的模特。车展的模特也好看，叉车车展。哎，叉车车展的模特。是模特就行，之前一直是农用三轮车的那个模特，哦，这还提升了一档，后来提升改叉车，姑娘挺好，就是有点罗圈腿，罗，那这在镜头上不算褒贬，反正罗圈腿稍微大了一点，怎么罗圈？反正要穿个旗袍吧，这俩腿在外头，好家伙，哎呀，这坛子成精了，这是啊，俩小腿在外边支着，哎呦，倍儿圆。嗯，背上个发动机就是车，哎，啊，改汽车了，跑得快，那是啊，突啊，就看着就是个试戏的时候跑了，你们都吐了，哎呀，好多人看他都晕车，好嘛，哎呀，太棒了，哦，脸长得还行，哦，脸还不错，如果整容的话只需要2块钱，那不错，哎，1块钱啊，坐公共汽车去，嗯，大夫说弄不了，1块钱又回来了，哎嗨。没有必要再动了，那就是。嗯嗯，万事俱备啊，谁演男一号？谁男一号？只有于谦老师。我投的钱。他心里边有想法。我想什么？进这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潜规则女一号。我潜规则一汽车，你合着？择良辰选吉日，开机就是今天了，这就动手，各部门准备。你瞧瞧，头一场戏，开拍，女孩背着男孩跑。嘿，见长，姑娘准备好了，啊，旗袍都撩起来了。那是，于老师趴在后背上啊，姑娘准备，跑出去，1分钟3环转2圈，好家伙，交警们这通喊呐，喊什么呀？快接着他吧！怎么了？于谦又玩独轮车了！去你的！啊，哦，水头好。风油精荡漾，哎呦，荡漾了，嗯。你这投喂来了，您这。哎，好嘞，真准啊！是篮球队退役的。怎么还有男的送东西？不可理解，都是女的也烦呢。都快12点了，我以为我一出来呀，啊，还剩一半人，咱们说两句就收工了呢。都没打着看不见是吧？嗯，该。您给人挪一挪呀。嗯，好，几点了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不退票。有看就是当服务宗旨的。行行行，别打，听话啊！哎，一会儿打你。我们仨又站在一块儿了。对，又说一段啊，这个封箱吧。哎，一个封箱，一个跨年，竟是热热闹闹的。嗯，相声不好干，
因为每个观众的喜好不一样。对，是啊，你说这一晚上咱们老说点昆曲啊，嗯，诗词歌赋啊，高雅的，哎，会有人说哎呀很雅致，嗯，也会有人出门就骂街，什么玩意儿，不爱听啊。你要净给人说点屎尿屁吧，大伙儿也哈哈乐，嗯，完事他们出门就报告去了，嗨，不好伺候，活着难啊。就是记住江湖内便是薄命人，好话，好在我们也没有别的手艺，嗯，就指这个吃。哎，高老师、于老师，我们在一块儿小半辈子了，还真得这样说啊！我也是拿他们哥俩当我自己的骨肉亲人。嗯，听着这么别扭啊！包括他们两个人太太啊，嗯，不是您说明白了，这与太太有什么关系啊？也别说太明白了，是吧？好，我们心里嘀咕了，就是当亲人一样。哎，关系近，他们哥俩走得更近一点。对，在北京的锦南头，他们俩住。哎，我住锦北头，是也远。我们要是串个门，费劲费大了。嗯，有一次就是打我们家出来，想上南边看他们俩去。嗯，道上堵了仨钟头，我都没到他们那儿。您听听，后来得了，上张家口看个朋友吧。哎，好，走反了。二十分钟到了。嗯，住在北京锦南头，有个地名。嗯。天堂河，哎啊！您说那是公墓，那是太不像话。住八宝山都烧了吗？这话也对。对呀，天堂河公墓旁边那小区，他们俩住那儿。单在那儿买房吗？一人一套烟景房。嗯，烟景房啊，住烟囱边上吗？暖和，没听说过。挺好。为什么我跟他们俩好？嗯，因为他们俩聪明。嗨，您捧了。说相声凭的是脑子。对，不会背贯口。依然可以成为相声大师，不耽误。不会唱，嗯，可以成为相声大师。哎，可以不唱。不会学方言，没事儿。对，这些个都不能阻挠你前进的脚步。是，但是唯独智力不够，什么都不管用。哎，脑子得聪明。这门艺术讲究是个天赋，是跟努力没有关系。嗯，你以为我天天早晨四点起床跑步去，我就能当美国总统吗？这跑步跟总统挨不上。天下很多事情其实跟努力是没有关系的。哦，99%靠的是天赋。对，如果你有天赋了，你能再努力，那就锦上添花，更好了。如果你没有天赋，只是努力的话，只是落一个你有好身体。对，卖傻力气，你是不是？对，这俩人在德云社聪明的都不行了。哎呦，您夸奖不错。这俩人都快成精了，这个500年，那个800年，好妖精啊，多300年，在这儿等着唐僧路过，好吃。像话。我考核你们俩。哦，错试错试。哈，嚯！你这玩意一惊一乍，你这考上低砖呢？您这回没成功。网上有小视频，于老师。哎嘿，哎呀，人家有防备了，人家。两位，两位，怎么样？咱们来个，咱们仨啊啊，怎么样？他这就暗含着的，你看见没有？你看，不是您要干什么呀？对，提醒你们注意，来了啊啊，注意注意，嗯。干嘛呢？这有人约我们吃饭呢啊！哦，这么回事。这个主意叫一心三用，这话不理解。伸出左手，伸出左手，伸出右手食指，右手食指在这里边，一二三四，来回走，得挨着，不能乱了啊！哦，哎，这样，这很简单，这就这么杵着它啊！哎，然后我要问问题，嗯，你脑子要思考，嘴里要回答，手还不能乱。哦，没问题，这行，一心三用，这谁都行，这挨着得挨着走啊，挨着。说你半截从这儿跳到这儿，这就算错了，那更难了，那个。准备好了没有？啊，没问题，来来来，预备。你还得问是吧？对对对，多新鲜的啊！问什么说什么。低头杵着这，别停，别停，不能停啊！啊，不停。说你停了思考，那算完了。那不停，开始啊，一心三用嘛。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来吧，来。你们两个是相声演员吗？是。你们是女演员吗？不是。今天是封箱吗？是。心里高兴吗？高兴。有病吗？没有。没病你杵他。你太缺德了你。这不你让我们杵的吗？这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开什么心？你这是什么玩意？这是是。我跟你说啊，拿我们开心。这小孩上德云社学相声来，先过这一关。就看脑子怎么样，您听多可气，知道吗？考德云社先练这个，就我出这题，那个，嗯，对谁来说都是一个威胁。什么威胁？知道吗？您这要绕的人，简直说您这不怎么样。怎么了？真正不怎么样。真正出题，我出个题，你猜猜。你还要考我呢？当然了，你别考我一个人，连我在于老师一块儿。哎，二人一块儿猜一猜啊。好的，我这个题最难猜了。说说，您注意听着啊。好的。说是什么东西啊？嗯，1004条。哎，这，没意思啊。好了。
什么呀，一嚷嚷就完了，没意思。什么没意思，我还没说完呢。我说没听懂呢，你说完你们好猜啊。好好好，来说什么东西1004条腿，哎，可是寸步难行。矛盾不矛盾？你猜猜这个，这么多腿，哎，寸步难行，走不了。对，你猜这是什么？这不用猜呀。怎么？你这是根据我的事迹编的呀。他还有事迹，你瞧瞧我，你就说谜底是什么？猜的，你说的这就我那马场啊，马场啊，我那养着那么多的动物啊，你解释解释啊，1000多条腿，那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都在我那马场里圈着，寸步难行，他出不去。你等等等会儿，对不对？你先，你别问，你先别鼓掌，啊，听见什么了就鼓掌啊？您懂什么叫寸步难行吗？哦，你那马场那马都捆着一个一个的。那谁还去啊？那个出不去，他出不去我这马场啊。在马场里头呢，动不动动啊，还是的寸步难行，一动不动。你猜错了，真错了，真是不对、啊、你再说一遍谜面。说什么东西1004条腿寸步难行？于谦的马场。你不跟他那一样吗？意思不一样，解释解释。于谦得罪人了、嗯、把马场的围墙给拆了，是那些个马呀、啊、动物就都能跑了。能跑了？你这更不对了。怎么呢？寸步难行，你能跑还猜不着了。猜不着啊。嗯，告诉你们记着啊，说什么东西1004条腿可是寸步难行？什么呢？一个大衣柜里边挂500条裤子。你这凑腿儿来了是怎么着？你这你看，一裤子2条腿，500条裤子，1000条腿，大衣柜4条腿，大衣柜走得了吗？那裤子没人穿，它走得了吗？哎，1004条腿寸步难行，这叫学问，这叫数学呀、啊，这不叫这呵好脑筋急转弯，数学还行啊，你不没答上来吗？谦儿谦儿，还马场，你给他说一个，你说一个，我们猜猜。我说这你咱你说数学，我说一别的，就是你来了，咱换着猜。那个很简单啊，题简单，一斤铁一斤棉花哪个沉？行，你甭绕着我们，这小时候我们都学过啊、嗯，一斤铁一斤棉花一边沉。你说的哈，这俩是一样的，都是一斤的，一样都是一斤的。对，这么着哈啊，你拿一斤铁，你拿一斤棉花，好啊，往脑袋上砍，看看一样不一样。行啊，我拿一斤铁，他拿一斤棉花，你们俩对着砍啊，都对着砍，对着砍，可不对着砍吗？听说想往你脑袋上砍，他不能。你不问的是分量吗？你问这效果还行啊？就你们俩说这玩意儿，说实在的，你真是的，这太小儿科了。不是，那怎么着？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啊，你说一好的。我这个说这太好，都舍不得说。我们听听，这还藏着，特别舍不得。这还有舍不得的。嗯，你，嗯，跟你的父亲，哦，谁大？问他是吧？对，这还、啊、这还用说吗？我的。对，没你事。嗯，你跟着掺和什么？是我跟我的父亲谁大？是我大呀。你活动活动吧，没有你，我这不帮着你使劲吗？这不就这不是使劲的事儿。那既然问你，你答吧。这肯定是当父亲的辈儿大呀。你错了啊！你错了。怎么？一样大。你跟你爸爸一边大，你跟你爸爸才一边大。你们俩怎么就跟我一边大了呢？跟你干嘛呀？你咱这别占便宜、啊，人家公布的答案一边大，你怎么会一边大呢？你出生了，他才是个爸爸，可不一边大呗？哦，哎、你瞧，就是你多大岁数，他当爸爸多少年？对呀、啊啊，这么个一边大，嗯，也对，你别矫情，回去管他叫大哥，对，没听说，嗯，我这这么一边大，我有意思、啊，多哏儿啊！老高，还有这好玩的吗？啊，我再说一个，你说，真是的，这说这还不有的是吗？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听着啊，哎，说呀，你儿子上南极，打一种食品，这多好，什么玩意儿？你这都谜语啊？你看，我儿子上南极，哎，你儿子上南极，他在后台待着呢，没说真去啊？啊，就比方，哎，举例子，没猜着，猜着吗？猜不着了，猜不着，告诉你吗？啊，说你儿子上南极打一种食品，这是冰淇淋，好不好，各位？哎，咱这多好，又高雅又讲究。郭麒麟到南极冻上了，冰淇淋。哎，于老师该我说了啊，你说一个，你爸爸上南极去，冰淇淋。哼，不说了，哼，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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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们还能说？高峰，人家举一反三，这劲儿。你祖宗上南极去，
好，太好了。谁祖宗您？您这不怎么样、啊。不是你们这行好谜语，您老占便宜还行、啊。就说是不行，他这不怎么样。真正说谜语。谜语来好的、啊、你有吗？我说一个，你来来好的，我跟你说吧，嗯，说一个你就猜不着。对，飞飞飞嘛，发散思维。哎，好，发散思维啊、嗯、还有这个好好。哎，说看见吃不下，吃下看不见，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没有这东西，您这本来就瞎说呢吧。对、啊、不能说出来就得有道理。看见了吃不下，看见吃不下，吃下看不见，吃下倒看不见。对了，猜不着，猜不着，猜不着了。你公布公布，有猜着的吗？公布得合理啊，多新鲜！公布公布，鼻涕。他这玩意儿都那么干净，你看到没有？你这个题目很适合吃饭的时候猜。鼻涕。对呀、啊。鼻涕怎么会是看见吃不下呢？不明白啊？你给解释啊。看着啊。来来，我这有鼻涕啊。哼，醒出来这是什么？看见了吗？鼻涕看见了，吃下去吧。不不不，吃不了。吃不了吗？哎，看见吃不下，哦，这就叫看见吃不下。哎，那吃下看不见呢？看着啊，您给来来，还是这鼻涕啊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好家伙！哎呀！哎呀！于老贤，这什么名字？这于老贤，你可把我吃下看不见，合理？什么合理？您这倒霉谜语都哪儿淘换来的？都是啥？太恶心了，您这传辈儿的，不好玩。行行行，这不怎么样。我跟你说一个，咱们折着吧。你再说一个，我都要吐了。这，哎呀，你换一好的。哎呀，不是，您这直接来了，您这是。没事，我就酝酿一下啊。啊，来好的。哎，说就说那好的。一个脑袋，一张嘴，嗯，两个眼睛。谁告诉你们的？哎，你看不对。哎，三条腿，三一个脑袋一张嘴，一个脑袋一张嘴，两个眼睛，三条腿，尾巴在后边耷拉着。有这东西吗？哎、高了啊，高了！要不怎么让人猜呢？对呀、哦，怪物，您猜得着吗？不知道，没见过这东西。你看，没有这路东西。一个脑袋一张嘴，两个眼睛，三条腿，尾巴后边耷拉着。这是什么呀？公鸡站在蘑菇上。他这边往一块凑，你看见没有？您这怎么跟腿有关系？哦，一个脑袋站在蘑菇，一个脑袋一张嘴，对，两个眼睛，嗯，公鸡对不对？鸡有俩眼呢，三条腿，公鸡两条腿，嗯、蘑菇有一条腿。哦，没猜着吧？这猜不着这个。兄弟，这再来一个。还有吗？一个脑袋一张嘴，两个眼睛五条腿。嗯嗯，五条腿了，嗯嗯，这还猜不着？不知道，猜不着。公鸡站在香炉上了。香。对呀、啊，香炉腿多呀。对，你站那就那点啊。离不开，您有点新鲜的嘛。一个脑袋一张嘴，两个眼睛六条腿。又长一条腿。这是什么呀？香炉里有一蘑菇，上面站一公鸡。哎嗨，翻过来也能说，合着倒没倒这鸡上。就这三样的，我能玩好几天。行了行了行了，还有真正好的没有？不有量，您实在是不怎么样。有真好的吗？干脆这么办吧，啊，我给大伙说个好的，哦，对不对？热闹闹的，咱说一好的啊。太好了，您注意听着啊。行，这是怎么一个奇怪的现象？您说，还是跟数学有关？那我这个来，注意听着啊。嗯，说是这个北京大学知道吧？开着我的母校。哎，这，我是清华转的母。伟大什么清华？你那没转过去，清华池的你是？因为月票到了。就是说北京大学吧，啊，有一个复姓欧阳的老副教授。你等会儿啊，教物理的。等会儿。嗯，复姓欧阳，记着啊。对，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复姓欧阳，复姓啊，啊，老副教授，副教授，老副教授，教物理的。哦，还是教物理，教物理的，物理。哎，来吧，这都记都有细节啊，关键注意细节啊。好好好，福尔摩斯知道吗？知道，主要注重细节。知道，摩斯我知道，磨脑袋用的啊，烫完头喷的，都淘汰了那玩意儿。注意听着啊。好的，说北京大学复姓欧阳教物理的这个老副教授啊，嗯，有这么一天从北大的西门往外走，西门啊，西门，西门往外走，我提示你们可是往东走。哦，西门是往东走，对对，西门往东，西门，对对 对, 对, 对，西门往外走是往哪儿走？想明白了，往东，你别受我误导啊，东走，注意听着啊，嗯，西门往外走，嗯，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数学系大二的女生，戴个眼镜，慢点说，等会儿说，慢点说，咱这玩意儿有根有据，清华，清华，不是乱说，嗯，清华大学大二数学系的女生，嗯，戴个眼镜，戴眼镜，
戴眼镜，戴眼镜很重要。对对，记住戴眼镜。这个女生打眼这么一看呢，怎么样？看这个北京大学复兴欧阳物理系这个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怎么？脑袋上有两根头发。就两根头发。别忙啊啊！等老副教授走过去一看，那个背影，嗯嗯，这个北京大学复兴欧阳物理系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有三根头发。问题这就来了，什么？说是这个清华大学数学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这个北京大学物理系复兴欧阳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还有没有？没了。于老师，咱俩先把它复述一遍，算算，好吧？说北京西车站出了一个副教授，没有，她是一个女生戴，不是，你都给搁一块儿了。是清华大学出了一个女生的副教授，女生副教授，我白费劲了。他父亲，父亲欧阳，然后一个老教授站在一蘑菇上，去去，对对对对对对，老教授还本命年，今年尾巴在后边耷拉着，耷拉什么耷拉着？不是，我实在记不清楚，我白说了似的，没听明白，这细节都得注意啊。咱再说一遍啊，来来，说是这个北京大学复兴欧阳教物理的这个老副教授，嗯。从这个北大西门往外走，嗯，别受我误导，西门往外走可是往西走啊，怎么又哎不是敢往东走吗？没告诉你别受误导吗？哦，你往里是往东，往外可是往西走。对对对对，对不对？对，对，对面来个清华大学数学系大二女生，戴眼镜，戴眼镜我记得，哎，看见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前面两根头发，嗯，后边一看这个背影有三根头发，是问题这就来了。哦，清华大学大二数学系这个女生戴眼镜，看见这个北京大学复兴欧阳物理系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前边两根，后边三根，那一共就是五根。对，不对，怎么不对啊？不对，怎么不对？一根都没有，为什么呢？你没注意啊？啊，你看。清华大学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北京大学复兴欧阳物理系老副教授前面两根头发，后边三根头发。对，注意这句啊，究竟几根头发？究竟了。